Hello， 我是三哥，今天就来试一下用高帧率被最高画质玩一下。我这手机呢是骁龙855 Plus， 然后换了一下，发现这个画质其实和没换之前没什么太大区别，就可能清晰了那么一些。这个就是显示我这个手机过载了，运行这个画质运行不多久，其实我还不太懂这意思。然后剁了一阵子，我抱着这个能煮鸡蛋的手机，我就明白了。开这道画质玩，我这手机顶不住，玩两分钟就烫得不得了了。原神可以蹦蹦跳跳走，就特别像安琪拉的走路姿势，一蹦一跳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手机已经真的是烫得不得了了，再玩下去我就怕和那个贴吧上说的一样爆炸了什么的，然后就